不好意思，小孩子太小了，还不懂事。没事没事没事，真的没事吗？没事的，没事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我给你唱，我给你唱。我陪你接着走吧。完了，来上色了。在李哥，让你用这个试试看。在影快点了，电影快开始了。你让我这样去电影院？你起码还有人看得到你啊。你敢给我上？观众把你敢？上辈子你好亮啊。好色。我们上厕所了。啊好，赵然，你给我出来一下，怎么回事啊？他脸怎么会发光的？你看一下那个卸妆膏，我荧光剂，你可真敢！他这么笨，不会发现的啦。好假！